Hello， 大家平安，很开心，我们今天又来到了这个祭坛的大能第三堂。那我想呢，之前的两堂我们都有谈到，我们复习一下，我们来谈到的是，什么是祭坛？好，祭坛的三个最重要的要素，还记得吗？来，我们复习一下，祭坛是什么？祭物、祭司、祭坛，对不对？这三个最主要的要素都是谁呢？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既是祭坛，又是祭司，又是祭物，对吗？然后上周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建立祭坛呢非常重要的一些根基，还有祷告和祭坛的一些区别在哪里。那希望之前的这两堂能够帮助我们把一些基本性的一些概念能够厘清。所以当我们来建立祭坛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我们要在祭坛上来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让上帝来掌权，并且透过大量的读经、大量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来吸引他的同在，来推开我们所在的地方的那些黑暗的权势，让神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掌权在你所在的家庭或者是你的职场。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就接下去来谈这个祭坛大能的这个第三堂。那我们也提到说，在家中你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祭坛的时候，其实讲到家庭祭坛和个人这个祷告祭坛，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如果你要建立任何一个有果效的一个家庭祭坛，其实那个开始，那个最根基的部分，还是要来建立一个非常有效跟稳固的个人祭坛。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个人的祭坛都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你很难能够带动家人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祭坛。所以呢，我们就从最根基、最基本的开始，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开始，来建立一个非常有果效的一个稳固的个人祭坛。接下来之后，你再慢慢的透过你自己个人生命的改变，你周围的家人也会跟着改变的。哈利路亚。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到一个主题呢，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关键，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我要谈的就是饶恕。好，饶恕能够带来极大的医治和释放，所以今天呢，我就想来把这个焦点放在饶恕的这件事上。好，那我知道过去的这两个月，我们大家都是在家中度过的，在家中办公，在家中学习。我知道这关了两个月了，现在突然能够回到这个，有些人能够回到自己的职场上去工作，学生也慢慢的开始可以回到学校去读书了，我们都会。但是还是要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措施，分阶段的来恢复到这样一个正常的生活当中。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突然间觉得整个世界都变样了，对吗？你的生活方式，你现在出门你必须要戴上口罩，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对吗？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时代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在家中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感受。那我经常在网上会看到一些人，他们发一些贴文，比方说他们每一天就能够烹饪出一道新的菜肴，是以前他们从来不会想到，也不会去做，可能也没有这个时间。那可能一些人在家中，孩子也在家学习的，他们就发明出各种各样的很好玩的方式跟孩子互动啊，或者在家里做运动。那一些人开始这个烹饪煮这个烤面包或者是糕点啊，每天都放在这个Facebook 上，哇，看的人眼花缭乱。我在想，哇，这个居家两个月的时间，所有人的创意跟他的潜能都被发挥出来了，哈利路亚！这个可能是我们以前自己都不知道的，对吗？所以也许你在这个两个月的过程当中，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花有品质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你知道吗？神非常的看重我们每个人的家，上帝希望在我们家中都能够设立一个属神的次序。那神的国其实就是一个家，他看重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那他希望我们能够在家中是以神的爱来掌权的，在家中能够设立一个属神的这样的一个次序，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我们就来比较着重的来谈，当我们
在家中你这两个月的时间，你可能跟家人天天见面，非常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也许以前不会有这么多的摩擦，可能现在你会发现，怎么每一天好像都会有一些不同样的一些摩擦跟口角会发生，是吗？所以你看，我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上的一个嫌隙。那有一些人可能出了一些问题，一些摩擦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开始冷战，就彼此不讲话了。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出现这样的一个冷战，或者是关系上的一个破口的时候，其实整个家的氛围都会改变。你的孩子会看得很清楚，如果夫妻一吵架，你的孩子马上就能够察觉得到。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在人每个人的一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到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一些伤害。我们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我们不经意讲的一些话语可能会伤害到人，可能别人说的话也会伤害到我们。所以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他这个关系如果上面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给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情绪都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当然在家庭当中，这个关系上的这种破口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最深远的，甚至他也会直接的传给我们的下一代。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一下，当我们在建立这个个人祭坛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在关系上，与人的关系上要得着修复和医治。那神希望我们的家都是健康蒙福的，而健康的家要从一个健康的关系开始。那怎么样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关系呢？我在过去的几年，因为我是做这个 RTF， 就是根基重建这样的一个内在医治的一个服事，我接触过很多很多的人，那他们都会来寻求一些这个身体上的或者是心灵上的各方面的一些医治。我发觉一个很关键的点，几乎他们所分享的这些问题当中，当然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但是80%的这个问题得着解决或者释放，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点，那个点当他们明白并且愿意去顺服，照着上帝给他们的这个旨意去做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经历到突破和释放，那医治也会随之而来。我亲眼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得着这样的一个自由和释放，所以我非常的明白这个点的关键性以及它的重要性。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得着医治和释放的第一步，就是饶恕。好，跟你旁边跟你的家人讲一下好吗？医治和释放的前提，它的第一步就是饶恕。好，饶恕它能够带下极大的这个自由和神的祝福，但是如果不饶恕的话，会给我们带来非常惨重的代价。接下来我会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如果我们不懂得饶恕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家会变成一个战场。但是如果我们懂得随时去饶恕的时候，你的家会成为一个天堂。那饶恕就是医治和释放的前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什么是饶恕，什么是不饶恕，这两个你要很清楚的明白，才能够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首先，饶恕是什么？饶恕它是在这个属灵上，我们自愿释放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或者是伤害我们的人，它是一个自愿的一个举动、一个行动、一个决定。所以就是说，当你饶恕的时候，你就不再去怨恨那些伤害你的人，并且取消赦免他们在属灵上、心理上、物质上各方面对我们的亏欠。好，这个是饶恕。那再来看什么是不饶恕。不饶恕呢，就是我们别人伤害了我们，可是我们对于伤害的那个人采取一个怨恨和苦毒的态度，这个就是不饶恕。那接下来我们要知道，不饶恕它其实是反抗神，它是一种罪，它是一种悖逆
一种过犯，而且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弟兄姐妹，真的，你要知道，不饶恕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罪，神非常在意这一点。它是一种沉默的，好像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它能带出来的后果是相当相当严重的，而且甚至是毁灭性的。接下来我会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那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是我们对伤害我们的那个人列出一张这个负债清单，就是那个伤害过我的人，他欠了我什么，他伤害到我什么，我把所有这一切负债的清单列出来。然后我们心里想，除非那个伤害我们的人用某种方式来偿还我们，否则我们就不愿意结算，我们就不愿意饶恕。所以如果我们不去立刻的来处理不饶恕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其实会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变成一个坚固的营垒，然后我们自己就会被囚禁在这个坚固营垒当中，不管是属灵上的或者情感上的，你根本无法得释放，它会带出极其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些怨恨或者是不饶恕埋藏在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领受身体、心理、心灵各个层面的医治，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所以饶恕是第一步。那饶恕它其实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它不是一个感觉，不是说 我感觉我愿意饶恕他了我才饶恕他，不是的，它跟感觉没有关系，它是我们自愿从意志上做出的一个决定，是一个行动。所以我们也需要很求圣灵来赐给我们这个饶恕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好，接下来呢，我就先来看一下来帮助大家来认识到不饶恕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首先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愿意致死里面的老我，就是我们那个属肉体的那个老我的那种性情，我们不愿意致死这些，我们不愿意放下。当人一个人不愿意饶恕的时候，其实是不愿意放下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和事情。箴言十八章十九节这里说，跟结怨的朋友和解，比攻取一个坚固的城市还要困难。哇，你可以想象吗？一个人的心有的时候可以坚固到比一个城市还要难攻取。那再下来呢，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可能是属灵上的不成熟。一个真正懂得饶恕别人的人，其实他是需要某一种程度的一个属灵的成熟度的。那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包容，对吗？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爱，没有一种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成熟度，我们也很难去饶恕。那再来第三个，就是通常不饶恕呢，就是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都知道人的罪最开始都是发自于我们自身，我们本身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当这个罗马书的我们这段经文你看一下，屏幕上有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六节讲得非常的清楚，当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亡，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让我们选择体贴圣灵，走向生命和平安。但是如果我们执意不肯放下，还是顺服我们自己里面肉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走下去的那条路就是死亡。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其实我们讲到说祭坛，这几堂我们都在讲祭坛，祭坛到底能带出什么果效呢？其实弟兄姐妹，当你每一天来到祭坛上祷告的时候，就是把你自己献上，完全的交给神，你自己就是那个祭物，完全的让圣灵来在我们的里面做炼净的工作。我们里面那个老我，就是那个属天然人的那个本性，那个罪性就会一点一点的脱掉，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多的活在被圣灵掌管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是走向生命和平安的。哈利路亚。那再来呢，第二点，这个不饶恕它是一种罪，刚才我讲过，它是一个我们需要很严肃的来对待，因为神非常非常的看重这件事情。因为什么？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其实会引发上帝的怒气。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神也不饶恕我们的罪。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都可以看得到。那很多时候我们
人没有办法饶恕，是我们通常会给自己一个理由。人的这个头脑，我们的理性会告诉我们，让我们有这个理由来相信，所以我们不饶恕别人，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理由，足够证明我们不愿意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所以我们的理性会告诉我们说，你有理由不饶恕这个人，他对你做了这么坏的事情，伤害你这么的深，你有理由不饶恕他，你知道吗？我们的理性会这样告诉我们。但是这符合神的话语吗？这符合上帝的心意吗？如果你仔细去读经文，你就知道了。不饶恕给我们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接下来我就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关键，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把它听进去，并且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时刻的去操练。有一共有十几个层面是不饶恕所带下来的严重后果，所以要放一个很大很大的 warning sign， 让我们能够看得到。首先第一个，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它就会破坏并且污染了上帝要借着圣灵流淌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恩膏。这个恩膏里面就代表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荣耀、他的祝福，这一切都是顺着圣灵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好像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十五节，这里我们看到说，你们要彼此看顾，要留心，不要让苦涩的毒根长起来滋扰你们，败坏许多人。你知道这个很多时候不饶恕呢，你当一个人他心里面或者是受伤也好，或者是被冒犯也好，他里面没有办法饶恕那个伤害他的人，你会从他的言语当中听出来，他会用他所说的这些言语去污染其他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会像一个病毒一样传染开来，你就会发觉一些人他讲话永远是负面的，他讲话永远都是别人的错，这个你就知道其实他心里面出了问题。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要让那个苦涩的毒根长起来，也就是说当你发觉它的时候，你就要马上的处理掉，不要等到它长起来的时候。就好像那个面酵，我们知道那个罪就像面酵一样，它放在那个面团里面，虽然是看不到，但是等它发起来的时候，影响会非常的大。同样的道理，当我们不去处理的时候，这个不饶恕从我们自己开始，从我们的言语说出来，我们这个说出来的言语就会污秽到所有听到的人，甚至在教会当中，当我们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的时候，你会发觉他所说出来的话会污染到许多的人，这个就是这个意思。那再来我们看第二个，不饶恕它带来的严重后果，还有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就等于把我们自己关在一个看不见的牢笼里面，直到我们愿意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好，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些人他陷入在一种情绪，比方说痛苦啦、沮丧啦，甚至有人会用这种酗酒啦，一种各种各样的瘾症，甚至来排解，或者是陷入到身体上出现很多的疾病。那这些其实都跟心理当中的这个不饶恕有关联。那我们看到一些人他会活在这样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制当中，比方说忧伤也好、恐惧也好、困惑也好、怨恨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瘾症，或者是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其实这些东西追根溯源都和我们内心当中别人伤害我们、我们不饶恕从最开始的这个根源都有连结。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可能安静下来，你想一想自己的生命，现在你正在受怎样的一个困扰，或者你被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囚禁着。好，刚才我上面所讲的每一个层面都有可能，所以现在呢，你可以做出一个决定，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你不用等到那个人来找你开口，这是你自己需要做的一个决定，把你一切的忧伤、你的痛苦卸给神，交给他，他知道，他愿意担当，他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好，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医治你的思想、情感、你的身体。好，这个很重要。那接下来呢，第三个我们看，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它甚至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会很难察觉到上帝的同在。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当我们愤怒或者里面有苦毒的时候，
我们不饶恕人，我们就会情绪里面就会有这种愤怒或者是苦毒生出来。那它不光是造成我们有的时候情感上会有一种麻木的状态，甚至它可以扼杀我们属灵里面的一个敏锐度，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么容易的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你有没有发觉到有时候 我们参加一些聚会，那个神的同在很强，神的荣耀非常的强，很多人可能得着医治，得到释放，但是一些人呢，他可能会很难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这个就是有可能，当然不一定，我说绝对是这样，但是有可能 是人生命当中的这一些的不饶恕拦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让我们不太容易能够察觉到上帝的同在。好，当然我相信这个是还有不同层面的原因，这个不是唯一的。好，那接下来呢，这个第四个不饶恕呢，它会拦阻不光是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且它会拦阻我们对神的信心。怎么说呢？你看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你看，上帝把我们的心创造成一个信心的居所，上帝把我们的心创造成一个信心的居所。所以呢，其实当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别人的时候，这个东西会拦阻我们没有办法靠信心来依靠神。所以因为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生出苦毒，生出论断，生出很多的愤怒，这些痛苦和苦毒都会压垮我们对神的信心。那圣经也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着神的喜悦，人如果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得着上帝的喜悦。所以你看呢，这些不饶恕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拦阻，我们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并且拦阻我们对他的信心。好，我在过去经常为人祷告服事，一些尤其是长辈们，当我服侍过很多的长辈们，他们来找我，让我为他们身体上的一些病痛来祷告。那你知道吗？其实60%-70%、70%-80%的问题都是跟心有关，跟他们里面的不饶恕有关。一些的长辈们，我记得有时候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说你愿不愿意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可能是你家里的人，多数都是家里的人，甚至是就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人。然后有一次呢，我这个老长辈他就身上很多很多的病，他就聚会完之后就来到前面想让我来为他祷告。我说好，当我一开始为他祷告，我就马上看到他里面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不饶恕，对他的一个家人非常非常深，而且是几十年的。我就问他说，我说你愿不愿意饶恕这个家人？然后他就开始哭，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哇，他就把整个里面的苦全都倒出来，你知道吗，他这个不饶恕已经藏了几十年了，我的天哪。然后当我邀请他说，我说你愿不愿意饶恕他，他一边哭一边摇头，他说我很难饶恕他，我饶恕不了他，那个太痛了。就我跟他解释了很久，最后他还是没有办法饶恕。然后当我想要带他说让耶稣来医治他的时候，他连耶稣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我们人被这个不饶恕压制，里面那个黑暗全是压到你连信心都没有，你知道吗，他连耶稣的那个名字都居然他说不出口。我带着他让邀请耶稣进到他的心里面来医治他的时候，我这样带着他祷告，他连耶稣的名字都讲不出来，你知道吗，当一个人这个被这个不饶恕深深的捆绑，而且他是几十年都没有办法饶恕，你可以想象里面的那种黑暗全是那种捆绑有多深吗？所以你看这个不饶恕对他的信心造成了极大的拦阻，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得着医治，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当我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就给我很大的警醒。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这个不饶恕它影响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心，这是数值方面的。那我们再来看平行方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怎样呢？你知道吗，当你不饶恕人的时候，它不只影响我们属灵上的光景，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且它也深深的影响和破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平行的关系。好，接下来我想讲一个见证，是上周刚刚发生的。我讲到被冒犯这件事情，这个
offense 冒犯，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常见很常见的。我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我见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可惜很可惜，他们有的时候离开教会，或者甚至卸下服侍，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远离神也好，那他那个最初的起源呢，其实都是从一件很小的事情，他被冒犯了。所以今天我要谈一下这件事情，这是冒犯，其实魔鬼经常会用的一个诡计，它就是让我们的心，让我们中计。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就经常会中了魔鬼的诡计。华人我们会说一句话叫做说者无意，听者有意，对吗？好，那我举一个例子，上周刚刚发生，我去小家，一个小家，感谢神在这个阻断的期间，其实我可以就不出我的房间，用 Zoom 就可以去到所有的小家来参与他们的分享，其实我觉得非常享受，省了我很多的时间，不用在路上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我可以一下子从这个小家跳去另外一个会议。所以其实上帝在做新事了，我很感恩，让我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可以甚至是比以前更多的有时间能够去到不同的小家去参与他们的讨论，来跟大家来团契，我非常的开心。那上周呢，我就去到一个小家，他们在谈论这个祭坛的大能第二堂。那我可以看得到大家非常的渴慕想要了解更多，但是有一些概念因为还不清楚，所以我就跟他们做一些解释。那其中有一个领袖呢，他就讲出了他对祭坛的一个理解。所以当我听到他有讲到一句话的时候，我当时一听，我灵里马上有一个感觉，我感觉这个看法这个认知有一点点偏差。那他是一位领袖，而且是蛮成熟的领袖的，所以我心里就一个感动，我说要跟他讲。但是我想了一下，这样子当面讲吗？所有的小家都成员都在，会不会这个给他没有面子？还是说我之后再跟他讲？但圣灵给我的感动就是现在要讲，因为他的这个认知这个概念，如果我把它讲清楚的话，这样对其他人都会有益处，哈，都会有益处的。所以呢，我就直接，当然我没有说是用批评的态度，而是用一个很用爱心来讲诚实话。圣经告诉我们说用爱心来讲诚实话。我就跟这位领袖说，我说不好意思，我觉得刚才你讲的这一点哈，我是这样看的，然后我把我的看法带出来，然后他就明白了，接下来就大家就继续讨论，然后我就没有再多想这件事情。然后回去结束之后，小家结束之后，我自己在做家事。你知道我做家事的时候，我很喜欢一边祷告一边做家事，厨房煮饭也好，或者是在洗手间或者洗衣服什么都可以，我都会随时都在祷告。然后突然之间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我说哎，我是不是需要给这个领袖道歉，因为我觉得我在小家里面我直接当着众人的面来讲了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就是他讲完之后我就马上给他更正了，他会不会觉得没有面子，他会不会觉得很难堪。所以我心里在想说，我要跟他发个短信去道歉一下，我想告诉他说我不是刻意要来让你下不来台，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觉得当时你讲的这个内容，如果我来分享我的看法，我觉得会造就小家当中的每一个人。所以我心里还在想这件事情，结果呢，我就忘了做其他事情，我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我就没有发这个短信。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他就发了一封，主动发了一封短信来给我。然后他在短信里面，他说谢谢牧师，你昨晚来到我们的小家，跟我们分享这个祭坛的这个概念，帮助我们厘清了很多以前不清楚的一些观念。而且他还特别的提出说，谢谢我来更正他的不正确的看法。哇，你知道吗？当我看到这个短信的时候，我心里有多开心，我多感恩。不是因为说我不用给他发短信来道歉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心里觉得很安慰。我看到的是这位领袖他生命里面的那个谦卑，我看到的是他生命当中有那个成熟度，他没有中魔鬼的诡计。我之前的担心是我害怕他中了魔鬼的诡计，就是感觉被冒犯，我害怕的是这一点。但是呢，我非常感恩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领袖，他没有中这个诡计，反而他能够看到这个事情，他能够理解我讲出来这件事情来更正他的一个用意是什么。所以我知道他能够有做出这样一个反应，是因为他在很认真的在建立个人祭坛。我知道他每天都很认真的在做自己的个人祭坛，而且读神的话语，
那我就看到这个生命是不一样的，它里面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能够当我看到他这个短信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天父的心都很喜悦，你知道吗？那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我也在想说，如果假设换另外一个人，如果说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没有在祭坛上好好的祷告，或者是没有让神的话语来炼净来更新我们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里面的老我还有很多自我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尤其又是领袖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是蛮资深的，我相信也许一些人在听到我这样跟他来更正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被冒犯了。那尤其是在小家成员都在的一个情况下，可能更会觉得华人都有一句话叫做没面子嘛，对不对？再加上信主这么多年的一个基督徒，就会可能会有一种没有面子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回应让我感到耶稣基督的形象在他里面成型了，里面的这个谦卑，这种成熟的生命的态度，这种谦卑在神的面前，当有认知想法不对的时候，乐意承认并且愿意改正，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那当我再回想，我在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提前有问过他，我说是否能用这样一个例子来做今天的一个分享，他非常乐意的就答应了。所以我真的好感恩，好感恩。你看到没有，一个人在祭坛上真正的去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很多老我里面的血气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我希望，我真的是希望，当我们越来越多的来跟神亲近，在祭坛上把我们自己的老我的一些错误的想法换掉改掉，让神的话语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生命会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希望大家要警醒，要小心，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陷入那个被冒犯的陷阱当中。哈利路亚。 OK， 那接下来我要继续讲不饶恕呢，它会让我们的心变得刚硬。在这个马太福音的11章25节，这里说到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先宽恕你们怨恨的人，这样你们的天父也会宽恕你们的罪，这样你们的天父也会宽恕你们的罪。所以如果我们内心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继续的成长，而且我们的心会变得越来越刚硬。那甚至呢，会让神对我们关起这个大门。如果我们里面不饶恕的时候，因为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这里马可福音11章26节说，你们若不饶恕别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亲也怎样，不会饶恕你们的过犯。你看到没有，上帝的话语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需要先去饶恕别人，天父才会饶恕我们。所以不饶恕会怎样，让神对你关起大门呢？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清楚地看到。而且这个不饶恕，它会拦阻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包括你的人际关系、财务、工作、事业、服事，你的心理健康、你的属灵的生命，全部都会受到影响，甚至让你最后无法祷告。所以你看，不饶恕造成的这个属灵的障碍，包括我们身体、事业、家庭各个方面的，是在拦阻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弟兄姐妹，神他要我们负起一个责任，这个责任里面包括你要去饶恕别人，而且要请求别人来饶恕我们。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当你这个伤害别人的时候，你要主动的去请求别人的原谅和饶恕。如果别人伤害到了你的时候，你要随时立刻的选择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不要等到他来给你说对不起。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一辈子你都等不到。那些伤害你的人很可能他自己做的都不知道，他可能忘记了所谓的说者无意，但是听者有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很严肃的对待饶恕这件事情。那再讲一个很小一个小的见证，是我自己的，怎么样的我去请求别人的饶恕。有一次呢，这个大概是几个月前，我在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在祷告。那天晚上，因为我平时要服事，所以那天晚上就正好抽出空来，我们也约好了是我的休息日，我们就晚上祷告。
然后但是那天我有很多事情很累了，晚上呢挺晚的，我们就才开始。因为我们提前约好了，我就说就不要取消了。我说好，那就只祷告一个小时好了，因为我第二天要起早，然后早点休息。我就跟他说今晚我们就稍微短一点。他也知道我这边事情很多，然后呢他就在那边一直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也不祷告。然后我越听心里越着急，我越听心里越不耐烦。然后我已经告诉他了这个今天的这个时间，而且我很累很累，他在讲那些真的是无关紧要的事情，那种根本就可以 不用讲的一些废话。然后呢我心里变得很不耐烦，我马上口气就变得有点急躁了。然后当我这样讲出来的时候，我也没有说特别的怎样，但是那个口气你可以听得出来已经变得很急躁了。然后他那边马上也就回应过来，你知道我们两个本来说是要一起祷告是好的事情，结果就因为这件事情啊僵在那里了，没办法祷告。然后两个人拿着电话也没有办法祷告下去了，气氛就很紧张。所以当时我里面圣灵马上提醒我说，你要向他道歉，你要向他道歉。然后我心里我说好主啊，我自己在祷告，我说好，我就马上顺服了。当时我就说我说某某人，我们现在先不要祷告了，我觉得我需要向你道歉。刚才不好意思，我确实是很累了，然后我的这个你讲了很多，讲了一大堆的东西都不是很关键的，我的时间又很紧，所以我里面一下就很不耐烦了，我请你原谅我的口气不好，我的口气不对，我就这样跟他道歉了。你知道吗，当我这样跟他道歉之后，马上他这个气氛就变了，他马上就说啊没事没事没事，然后我们接下来很快又进入祷告了。你知道吗，这其实并不是件很大的事情，但是让我发觉我学到了一点，就是你知道圣灵随时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细节的事情他都会在看顾，而且他是随时要对跟我们沟通跟我们说话的。如果你足够敏锐，你知道吗，神天天24小时都在对我们说话。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发觉当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与人的这种关系难免会出现一些嫌隙也好，争吵也好，摩擦也好，大大小小不一定都是很大的争吵，就像刚才我举这个例子是不大的一件事情。但是我里面突然间想到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的心要足够敏锐，我们的心要愿意软下来，要快快的回转，要愿意向人道歉，就是放下我们那个面子。很多时候我们是硬着脖子死爱面子死不道歉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以前的我老我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为什么，也不是我的错误，其实不完全在我这边，当然我的口气不对，可是他也没有说，他也不是说完全都是我的错，他也有他的问题。但是呢当我愿意先我这边先放下我自己，把我的面子放下来，把我的一切的骄傲放下来，我先软下来，我先回转，愿意向他道歉的时候，我会看到整个这个气氛马上立刻一秒钟就转过来了。所以你看呢这个就是我们不要给仇敌留任何的破口。好，这个就是在人际关系上，我们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学会来谦卑首先在神的面前，这个祭坛就是来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老我，对付我们里面的罪的问题。所以当你越多的在祭坛上把自己献给神，对你的老我越来越多的死掉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心会越来越软，你的心会越来越软，你会越来越跟耶稣靠近，你会越来越想要讨主的喜悦，你不会愿意让任何的一些拦阻你跟神的关系，并且破坏你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在更多的这个在祭坛上祷告来向神悔改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会变得越来越柔软，我们不再刚硬悖逆顽梗。你知道这些其实都是人的本性，是我们没有被神的灵修理过，或者是没有被神的话语更新过，我们人的本性是悖逆的，我们人的本性是骄傲的，我们不愿意首先承认自己的错，不是吗？每个人都很爱面子。好，但是我鼓励大家，我们华人学习把我们那个面子放下来。其实面子不值什么钱啦，说老实话，很多时候我们是被那个爱面子害得很苦，不是吗？好，这个一个简短的一个见证来分享，更多的来倚靠神，你去跟神来亲近，你会越来越体会到他的这个心意，你会越来越能够摸着他的一个性情，越来越想要来
讨主他的喜悦。再来，这个不饶恕呢，它会吸引邪灵的力量进到我们的里面。你知道不饶恕的时候，我们的心等于说是打开一个破口，让邪灵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影响我们。所以当我们这个苦毒怨恨抓住在我们心里不放的时候，你的身心灵都会备受折磨的。只有你选择饶恕，才会从当中释放出来。好，那再来一些身体上的疾病，其实都是跟我们里面的不饶恕有一个关联，关联性的，比方说一些饮症了，各样的饮症，甚至癌症、高血压、心脏病，这些其实和苦毒和怨恨多少都有一些关联。好 ，OK， 当我们不去处理我们内心当中这个从最小的一开始这个问题产生的时候，这个不饶恕，我们不去处理的时候，它会存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它会不知不觉的在你的里面慢慢慢慢成型。你知道这是日积月累的，它不是马上就能让你看到它那个破坏，但是如果你不去处理，它日积月累的时候就会变成这种用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就能反映出来了。好，再来第十个呢，就是不饶恕它招致了神的审判。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22节，这里说，你们就是对人发怒也要受审判，如果咒诅别人就难逃地狱之火。哇，你看到没有，发怒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不要让你的怒气给魔鬼留破口。再来，以弗所书的第5章，也说，不要我们不要受怒气的操控而犯罪，然后因为怒气会让魔鬼有机可乘。 OK， 好，接下来不饶恕呢，它会让我们活在一个过去，让我们没有办法活在现在和未来。就是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你会心里一直想着那个伤害你的人，几十年可能都没有办法饶恕他，所以你一直活在过去，你没有活在当下和未来。所以这样的其实生命是非常痛苦的。那再来呢，它也会压制神给我们的命定和呼召。 OK， 好，这里刚才我所讲的这一切都是不饶恕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极严重的一个后果。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怎么样才能够饶恕人，怎么样才能够从我们的心里真正的饶恕别人。好，在这个好，接下来，对，其实当我们选择饶恕的时候，是帮你自己一个忙。好，跟你的家人说一下，你饶恕别人就是在帮你自己一个忙，它是为了释放神的祝福，而且让你能够承受产业。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怎么样了去饶恕。好，饶恕人呢，其实就是很简单，你只要顺服神的话语，按照他的给你的这些要求去做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有他做事的法则，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你就能够蒙福了，就是这么简单。那这四点呢，就是一个主要的怎么样的能够得着释放。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我们要认罪悔改。那再来，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饶恕人，并且降服于圣灵。好，那第一点呢，我们来看这个在神的面前要谦卑。这个其实是这个彼得前书这里说，我们要在上帝莫大的能力下谦卑，在上帝的能力下谦卑。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就是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不用装一个很强大的样子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很多时候当你这样承认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软弱上来彰显他的能力和荣耀。好，这是我们在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心态。那再来这个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罪的起源。罪的起源是在，我们都知道亚当跟夏娃，当他们在伊甸园当中悖逆神之后，他们的灵就先死掉了，他们跟神隔绝了。好，之后他们的魂跟体也开始慢慢的败坏，所以他们这个罪性呢，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了。所以我们全人类与生俱来都有一种背叛神的一种罪性。这个在以弗所书的第2章这段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跟所有人都一样，我们是依从情欲的渴望和罪恶的本性的喜好来生活。我们的本性就是使我们处在上帝的愤怒之下，跟别人一样。但是上帝是蛮有怜悯的，所以你看这个罪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灵
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得救了，重生了。但是你知道我们的魂的部分，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终日里面都还是以前装满了这个世界所教导我们的，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在整个一生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很需要用神的话语来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基督。那再来第二点的这个罪的破口，这个跟我们家族的血脉有关。神是非常看重我们的血脉的，所以上帝的心意我们从整本圣经看到，从亚伯拉罕开始，他拣选一个人，然后透过他的家族来祝福整个国家，来祝福列国。所以他透过亚伯拉罕来借着这个血脉祝福他的后代。但是我们也知道魔鬼他也是借着这个我们的血脉来拦阻上帝的祝福，所以他会在我们的血脉当中去找一些破口或一些罪来控告我们。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认罪悔改。在圣经这个生命记里面第五章第九节，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这里说凡拒绝我的，就是拒绝神的，神就会把父母的罪算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全家都要受牵连，直到三四代。但是爱我又遵行我命令的，我会向他们倾注永远的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你看呢，当我们家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罪的权势的时候，其实我们人背逆神，还有我们去拜偶像，这些都是在认同魔鬼的势力。那这些就是让魔鬼在我们的家族的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合法权，让他们来发挥影响力，就是掌控我们，来控告我们。那当我们甚至会带来一些身体各方面的一些疾病，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认同性的悔改。在祭坛上我们很多时候讲到这个认同性的悔改，其实呢就是要来处理我们整个家族血脉当中的这个罪的问题。因为有这个罪在我们的血脉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罪如果不清理，神的祝福就被卡住了，就很难传到下一代去。所以当我们在祭坛上的时候，我们是不光替我们自己认罪悔改，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祖先，历代的祖先来做认同性的悔改，就是求主的宝血来洁净和赦免我们整个家族这个血脉所犯的罪。好，那个罪的罪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是需要彻底的来悔改，彻底的认罪和悔改。那这个就是能够避免削弱邪灵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罪的这个严重性。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悔改它其实它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等一下OK， 其实悔改呢，就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一个最快的方式，对，当我们犯罪之后，人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躲避神，躲避这个问题，躲避神。但是其实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的那个方法不是躲避，而是承认我们的罪，并且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赦免和饶恕。好，你看罪呢，刚才我们讲到罪的这么多的严重性，它会拦阻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谦卑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他是信实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看，当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罪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来破除魔鬼对我们的控告。当我们这样子去认罪悔改的时候，魔鬼也没有办法控告我们了。好，接下来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个释放的祷告，这个是做一个例子，你自己可以在家里这样的操练。我现在就带领大家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好吗？ OK， 让我们这时候一起来预备心。当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是你让圣灵对你的心来说话，是处理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罪。 OK， 天父，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他降世为人，为了我的罪而死。我也相信他从死里复活，赐我他的新生命，并且以他的大能充满我。现在我为我所有的罪悔改，我知道自己对邪灵打开了入口，我承认我的罪，这些罪让我无法顺服你。好，此刻你可以闭上眼睛，闭上眼睛来说出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罪，你把它讲出来，你讲出来自己能听到就可以了。
我借着耶稣基督求你饶恕所有的罪，我要赶出所有透过情感上的、心理上的创伤进入我生命的邪灵，我也要赶出在母亲子宫里曾经攻击过我的邪灵，并且弃绝和邪教的一切的牵连。我为着所有这些事悔改，并且捆绑每一个邪灵，求耶稣的宝血遮盖保护我的生命。现在我自由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好，你自己其实可以在家中这样子每一天这样的操练。那当我们刚才讲到说不饶恕带来极大的一个严重性，那我们一定要去饶恕。那饶恕人怎么去饶恕呢？其实可以简单的分这底下的这五个步骤，你也可以在自己的这个个人祭坛上可以这样去操练。第一个就是你首先要明白你需要饶恕别人，第二个你需要顺服上帝和他的话语，第三个你要明确的来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就是刚才我讲过的，你是你思想上的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你要饶恕别人。第四呢，就是你要用话语来宣告出来，把你对别人的饶恕宣告出来。第五点呢，就是求神赐下一个超自然的恩典，让你能够去饶恕别人，让你能够去饶恕别人。好，接下来呢，我就不细谈这五个重点了，你们可以，这个呢，我现在带大家做这样的一个饶恕别人的祷告，你也可以在自己的祷告祭坛上做这样的一个操练。好，我带大家做这样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明白我需要饶恕，我全心全意为我不饶恕别人和自己而悔改，我因为违背你的律法而悔改。我要顺服你和你的话语，我相信你乐意饶恕我的苦毒和不饶恕，也相信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乐意饶恕我。我领受耶稣为我所成就的一切，使我不只得到饶恕，也能够饶恕别人。耶稣背负我的罪，让我能够得到上帝的饶恕。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接下来你祷告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些就是你想要决定饶恕的人，把他的名字讲出来，并且你也可以明确的提出来，你为他得罪你的什么事情来饶恕他，要把他讲出来，记得吗？要把他宣告出来。那再来呢？接下来就是你可以这样祷告说。此刻我主啊，我饶恕所有伤害过我的人，正如你已经饶恕了我的罪。我相信你超自然的恩典，让我能够完全的饶恕，并且释放所有得罪过我的人。我宣告我已经饶恕他们，并得到你的饶恕。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选择去饶恕人，并且你经常这样子，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范例了，你不一定完全一字一句的要照着这个来，这是帮助你怎么样的先学会去做这样一个饶恕的祷告。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圣灵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一个割礼的工作，把我们里面的那颗硬心，你知道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那个心会变得越来越硬，但是当我们饶恕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我们里面，把我们里面那颗硬心要变成肉心，就是以西结书36:25所说的，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把上帝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去体会天父的心。好，那最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明白，就是说我们要得着这样一个释放，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好，依靠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罪的问题。好，上帝的心意，最后总结一下，上帝的心意他其实就是要来祝福我们的家庭。那我们谈了这几节的这个祭坛，个人祭坛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展开去谈到家庭祭坛，因为如果这个个人祭坛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带动家人做家庭祭坛。所以真正的那个根基，那个要做的有果效，就是从我们自己开始，从我们的个人祭坛开始。当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的时候，你知道吗？上帝可以透过你来影响你的家庭，来改变你的家庭。上帝的心意他永远就是要来祝福我们的家庭，并且让他的祝福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
整个这个祭坛的这个系列呢，我主要专注点是在谈这个个人的祭坛。当我们自己的生命开始改变的时候，每一天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我们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大量的读圣经，让神的话语来炼净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知道吗？你的生命一定会不同，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你的家人就会看到你的改变，他们也会受到影响。当你的个人生命开始改变的时候，你的家庭就开始蒙福了，你知道吗？当我们未来要开始做这个幸福小组的时候，当我们邀请那些 best 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自己生命的见证，你自己家人之间彼此的那种健康或者是充满爱的那种互动，这些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弟兄姐妹。当那些 best 那些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看到你生命当中的这些祝福的时候，他们会被你的生命来吸引，他们会被这样一个美好的上帝这样一个祝福深深的吸引，他们也会想要来认识这位创造他们生命的耶稣。好，那最后呢，我想来鼓励大家用一段经文来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为大家每一个滨海磐石的家人们的祷告，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五节，这里说我们会怀着爱心说真话，在各方面成长的越来越像基督，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使全身各部分完美的结合，每个部分各尽其责，又帮助其他部分成长，这样整个身体才是健康的，才能逐渐成长而充满爱。这是我对每一个磐石的家人们的祷告，以及你们的家人。所以接下来你们可以在家中怎么样去操练呢？我鼓励父母亲在家中，你可以主动的来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有品质的时间，一个 quality time。 如果你们在彼此言语上或者是任何的事情上有彼此伤害的，鼓励你们主动的向对方寻求饶恕，彼此做这样的一个饶恕的祷告，然后在神的面前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来饶恕我们的过犯，并且家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上帝一定会医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上帝的，当我们学会这样的一个彼此饶恕的时候，你知道吗？神的那个恩膏，他那个医治的恩膏就会涌流到你的家庭里面。当这个医治临到你和你的家人的时候，你们就生命就能够得着自由，得着释放，上帝的祝福也能够透过你们临到你的家庭。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每一天不断的，你知道这个是一个生活的方式，这个不是说我们教会现在这阶段呢，我们讲了这样一个主题，所以我们这样操练，然后下一个阶段我们讲另外一件事情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操练了，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这个是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你是一辈子继续操练下去的，这个是一个生活方式。好，弟兄姐妹，我想今天呢，我这堂祭坛的大能就分享到这里，希望上帝的灵能够永远的停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家中。当我们来建立这样一个有效的祭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吸引上帝的同在，推开所有一切的黑暗的权势，让上帝的祝福，他的同在充满你的家，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他的祝福来祝福你的全家，并且祝福你的后代。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来感恩，借着这一个系列的祭坛的信息，让我们明白，主啊，我们在祭坛上是要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你，让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在我们的家中来掌权。当我们在祭坛上不断的认罪悔改，我们来寻求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上的一个彼此的饶恕，主啊，你自己医治的能力就要永留在我们的当中，你的同在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和家庭，并且带出生命的转化，并且能够带来家庭的复兴，也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上帝的祝福是如此的真实。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好，接下来呢，弟兄姐妹，鼓励你们现在就可以在线上，在你的小家当中来聚集，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的彼此鼓励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上帝的真理。那如果你还不在小家的，我也鼓励你们可以来跟教会的办公室联系，我们有 email 电邮，我们也有电话，你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就会以最快的时间来跟你联络，帮助你呢把你引介到一个最适合你的小家当中。这是我们一个信心的团契，可以在小家里面我们彼此生命的更多的来、彼此成长，更加的彼此鼓励和一起来学习神的道理。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来祝福我们接下来每一个小家的讨论。好，弟兄姐妹，上帝祝福你们，我们下周见。